大家好，有很多网友在问啊，关于浇水的问题、养护的问题，其中就有一个就是老说这个倾盆，就是怎么来个倾盆啊，往往是植物做完以后，尤其是盆景小盆景做完以后，最好的办法是用倾盆的办法。倾盆的办法，什么是倾盆的办法？比方啊，这有个现成的一个素材，咱们就把它接上水以后呢，把它淹里头，就等于是泡到里头，泡多少呢？不要喷到泡到盆面上，从上头浇不对，它底下盆的底下都会有底孔，都会有这种底孔的，看见没有？有这种底孔，这个底孔呢，你的盆土配好以后，它从这个底孔上往上要渗水，它这个根部会吸水，然后那个土壤也会慢慢的吸上来。所以像这么干的时候，一般能泡上多长时间？泡上个顶多不过就十来分钟就差不多了，它上头你会摸着上头就潮湿了。这种倾盆法有一个好处，不仅仅是新做的盆景啊，而且它可以使那个土壤呢跟根部之间的关系呢变得自然融合，然后根的每一部分你没有做到的部分，那个根部的那个土壤都能够自然的根据倾盆法的那个水的那个淹的那个感觉，它会慢慢的融合到一起，这样呢利于它的生长啊。然后呢，你想这种东西一般是十来分钟，你摸着上面它会潮湿了，那就好了啊。尤其这种小盆儿，特别要用倾盆法来做呢，是浇水时间长以后，尤其有很多人浇水用自来水浇，浇时间长土壤都会板结，所以那个水啊往上浇又很难浇。像这么一个小盆啊，你看几乎没有可以浇水的一个水的那个吃水的地方啊，所以呢你浇水它也会从旁边滑落了，所以你基本上没有浇透这个水，所以你也可以用倾盆法把它放到这个有水的一个盆，什么盆都可以，水的要有一定的压力，你要淹到多少，淹到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都行，淹到这个盆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处啊，这样淹上以后呢，它水有一定的压力，给它那个底部的底孔有一定的压力，那个植物本身它要吸收水分，它也从上吸，这样是土壤呢就容易被浇透了啊。这就是一个倾盆法。这个倾盆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假如你出门的时候，比方你好几天不在家了，那你又需要浇水，家里又没有人怎么办？那就把这个盆在这个三分之一处淹倒了，它的根部会通过底下的底孔渗上的水能够吸到水，你又不至于把整个盆呢完全淹没，使根部得不到呼吸，这是它的好处。这个东西大概也就十来分钟，现在你就已经摸到上面已经有点湿润了啊，再过一会儿吧，那么浸透它它也就好了。我是老楼，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盆景艺术感兴趣的话，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共同成长。